那我就下狠手打，然后打的后背都红了，然后都出血点了。哎，15년전에는손으로만맞았는데지금15년후에는발로도맞고수건으로도맞고하늘에서떨어지기도하고아무튼너무힘듭니다징도도츠츠아이워먼더예웬워아이니재작년에찍었던영화가이렇게드디어개봉하는구나라는걸지금실감이되고있습니다예쁘게봐주시면좋겠습니다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电影活动首选平台凤凰公映礼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李成远然后我们的活动呢会推荐热门的华语电影然后呢邀请主创们来分享幕后的故事传递独特的影评观点我们的活动呢是由凤凰娱乐主办凤凰新闻客户端协办凤凰娱乐官方微博凤凰网娱乐官方微信也会进行着全程的直播所以现在呢就是在网络上可能也都会看到大家的一些照片啊视频啊一会儿还会有提问的部分2001年的时候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上映了然后其中的两位主人公就成为了那一代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极致的一个情侣搭配到那一段时间大家都说野蛮其实是流行的那到今年呢全新的一部作品上了大家也看过了有什么问题呢咱们可以一起来交流那接下来呢咱们邀请到电影的各位主创好吧准备好了吗导演宋茜美菜车太贤来咱们的主创们先跟观众们各自打一个招呼好吧来好大家好我是车太贤欢迎你们大家好我是宋茜大家好我是美菜大家好我是导演几位的普通话各有各的风格好那我依次问几个问题我首先呢想问一下导演然后我们也做过功课了我的新野蛮女友呢是中韩电影共同制作相关协议签署后首部以韩国为主场景的合拍片是什么原因让您来拍这部作品엽기적인그녀투가중한관중한합작영화관련협의체결후의첫번째중한합작영화인데요한국을위주로한엽기적인그녀2를촬영하게된계기가무엇인가요계기아저아오빠 아워낙이영화전편의명성이자자했고또이영화를기획하신신철대표님은워낙에제가좋아하고존경하는분이었는데마침저에게같이해보지않겠냐고말씀하셔가지고네기쁜마음으로촬영을하게되었습니다导演说的非常好但是大家肯定没听懂来翻译老师谢谢因为第一部的我的野蛮女友也是一个红遍亚洲的一个部作品是然后当时我们导演也是很喜欢那部作品的然后也很喜欢那部作品的导演呀制片人当时那个我的野蛮女友的制片人来找到我们导演的时候导演觉得很荣幸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接了这部作品特别好把他这个很好的作品延续了下去然后后面一个问题很想问车太贤因为距离上一部作品就15年了这15年之后呢是什么原因打动到你来拍这一部新的野蛮女友太贤哥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뭐조금오래걸린감이없잖아있는데이그래도더늦기전에견우를하게돼서너무기뻤고요아이렇게중국에서먼저개봉을하게돼서여러분들을만나게돼서정말기쁩니다네虽然15年也挺久的但是我也挺开心15年后的今天能再次拍摄这个我的新野蛮女友然后也挺开心在中国先上映然后也能跟中国的朋友们先见面然后也都挺开心的재밌게보셨는지모르겠습니다不知道大家看的开不开心给一个反应啊谢谢好那就踏实了好下面问一下宋茜啊一个是第一个点是怎么接到这部戏的然后是什么原因打动到的你第二个呢是很久之前看第一部野蛮女友的时候那时候你什么感觉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二个吧好很久之前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当时只是一个上学学舞蹈的一个女孩啊然后当时就是
同学们都买 DVD 都要看野蛮女友，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是什么让大家，对，是让大家，为什么让大家就这么都去买 DVD、嗯、因为学生嘛，然后借同学的来看，看完了之后就觉得哇，就是很惊讶，就是女生怎么可以这么野蛮，怎么可以这样、啊、然后那时候觉得好酷哦。然后你学习他了吗？啊、没有对，然后就成为就是他们两个人的粉丝啊，就成为这部电影的粉丝、就是之前看的感受。对对对、然后这部电影找上我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挺惊讶的，对，为什么会找到我，因为你给大家那个呈现你的状态都是很那个温柔很阳光的样子，这个角色又 有一点暴力了啊、对，但我倒没有想到那个成分、我就觉得这么经典的一个电影怎么会找上我、然后呢又有点惊讶，但是兴奋更多一些、然后我就看了剧本、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啊，这个角色我就是非演不可、对，因为这个角色我觉得演就是我要演的角色，就是我应该算是比较吃香，就是中韩两边都占，是这个角色我觉得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我就觉得这个角色也是我这么在韩国出道然后又开始拍戏，就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等待的一个角色。大家感觉呈现的样子好吗？表演出的状态，那再掌声热烈一点好不好？谢谢。因为一般在就是首映的这些见面会的时候，第一波观众的那个状态还有口碑对于主创是特别重要的。然后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所有内容，大家如果哎觉得很好，也希望可以真诚的分享到微博还有朋友圈，好吧？可以吧？好，下面一个问题，美菜真的非常漂亮，也想问她一个点，因为这一次呢跟两位很优秀的演员合作，宋茜和车太贤，合作起来有什么样的感受？哪些细节印象深刻？跟大家分享一下。미나 씨한테 물어보고 싶은데요. 이번에 유명한 배우분들이랑 같이 작업을 하셨잖아요. 네. 같이 작업을 하면서 어떤 부분에서 인상이 깊었고 어떤 부분에서만 그런 연기를 하시면서 도움이 되셨는지. 네. 아, 일단 제가 10여 년 전에 있었던 그 엽기적인 그녀 팬이었고요. 영화 팬이었고 그래서 10번 넘게 봤는데요. 그 이번 영화를 찍기 전에 다시 그걸 봤는데 바로 현장에 갔는데 그냥 15년 지났는데 그대로 견우 씨가 있는 거예요. 그게 깜짝 놀랐고 견우 씨랑 같이 작업을 할 수 있었던 것도 정말 영광이었고요. 빅토리아 언니랑도 좀 네, 같은 씬이 많이 없어서 아쉬웠는데 이렇게 같은 자리에 있다는 것 자체가 정말 감사하고 영광입니다. 15年前我们美菜也是我的野蛮女友的粉丝，然后对看过十多次了。然后在拍摄那个我的新野蛮女友之前，他也重新看了一遍。然后看完了之后，到了现场，突然看到15年前的牵牛就站在他前面，他可惊讶了。然后觉得哦，怎么都一点都没有变。然后对于跟我们宋茜，虽然跟宋茜没有很多的搭戏，但是觉得很可惜，但是能在这个位置上跟两位主演一起站在这边，也觉得很荣幸，也很开心。好，谢谢大家，给美菜一点掌声，好吧？谢谢大家，谢谢。然后大家看这个戏里面打的地方还挺好玩的。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宋茜是因为拍这个戏还经过了一些长时间的一个训练，是吗？打的部分？对，就大家看到最后就是打坏人的那些部分，就是、对，就是提前有去那个武术学校去学，然后、对现场，然后老师有教的我。对。你觉得整个戏下来，哪一场打戏拍的是最爽的？最爽的。其实最爽的话就是最后跟坏人打的。坏人们的。对。最难的、最难的就是打他的，就是用那个湿毛巾打他的那一枪，就是最难的。是吧？那个为什么最难的是就是下不去手啊、就是真的下不去，因为我们都是真的打的，就是真的打在皮上，所以真的是下不了手。然后就是他跟导演就跟我说你打得越轻我们来自次数要越多，是吧？然后你打得精准一点的，那我们来的次数少一点，然后以后观众看的时候效果就越好。那我就下狠手打，然后打的后背都红了，然后都出血点了，是吧？那个太贤哥给后背让大家看一下来看对啊，都黑了，都打黑了，你说来太贤哥讲一下，就这一次那个15年前被打，你说15年后接了个戏又被打，讲一讲这个被打在这里边的感受，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点？
아, 15년 전에는 손으로만 맞았는데 지금 15년 후에는 발로도 맞고 수건으로도 맞고 하늘에서 떨어지기도 하고 아무튼 너무 힘듭니다. 我先打断一句，虽然我都听不懂他说什么，但是都能感觉到一种悲凉。来，十五年前的话，我只被手打过，只用手打过。十五年后的今天。 被用脚打过耳光，然后还被湿巾，哎不对，毛巾打过，然后还从高空跳伞，真的，嗯，不容易，真是这个希望再拍一部续集，不用等那么长时间，然后呢打的再就是花火一点，因为这个这种状态的戏大家都非常喜欢看。咱们可以注意他的表情。 为了大家开心，大家开心就好。好，谢谢太贤哥。因为两位都是很优秀的演员啊，就是我想知道你们初次见面对方的第一印象分享一下。 우리 저기 우리 빅토리아 씨는 그 한국에서는 가수로만 알다가 이번에 처음으로 이제 같이 연기를 했는데 정말 열심히 하는 친구고 이 작품을 같이 하면서 아마. 아, 우리 송채인 씨가 이 개봉을 하고 나서 더 많이 유명해지고 더 훌륭한 배우가 되겠구나라는 것을 촬영을 하면서 느꼈습니다. 当时拍摄之前，对宋茜的了解只是一个，只知道宋茜是一个歌手。然后拍摄之后，发现宋茜是一个特别特别努力的一个演员。然后拍摄完了之后，陈彩贤先生就觉得，这个上映之，这个我的新野蛮女友上映之后，宋茜肯定会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然后也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演员。嗯，特别好，来，谢谢，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宋茜，对对，太行哥，我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就是开拍之前嘛，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因为之前对他的印象就是觉得就是戏很好，然后呢，他的戏呢都很搞笑嘛，然后但是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是一身黑站在那边，然后也不怎么笑，然后我觉得哦。 好像跟我感觉的那个就是电视上面就是画面上就是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个车太贤那个人物形象不太一样，很安静，然后又很高冷的那种感觉，然后觉得啊有一点点担心呢，然后结果相处下来就觉得超级就是超级牵牛的啊，是吧？超级牵牛的，超级牵牛的就好，这样相处起来特别的融洽。另外呢，其实我自己本身对这电影还有一个好奇啊，特别想问一下导演，因为呢，就是我的野蛮女友是一个很经典的作品，在口碑啊。 票房都非常好。那其实这是一个经典作品的一个延续。那这一次拍完了，也带到中国市场跟大家见面，会不会其实也挺有压力的？有什么样的感受？期待都可以分享一下。 물어보고 싶은 게 있는데요. 엽기적인 그녀가 아주 인기 있는 작품이었잖아요. 이렇게 속편을 촬영하시게 되면서 압력도 있었을 것 같고 이 작품에 대한 기대도 있을 것 같은데 그런 부분에 대해서 같이 얘기를 해주셨으면 좋겠다고. 굉장히 많이 걱정도 되고 부담도 되고 이 영화가 많은 분들에게 사랑받을 수 있을까 굉장히 많은 생각이 있었는데 실제 촬영하면서는 배우들이 너무너무 잘 해주고 즐거워서 그런 걱정 없이 정말 재미있게 촬영을 했는데 지금 이런 질문을 다시 받으니까 걱정이 되네요. 많이 사랑받을 수 있었으면 좋겠고 여러분들이 재밌게 봤으면 좋겠다는 그런 걱정스러운 마음이 지금 막 들었습니다. 拍摄前吧，当然会担心，也挺有压力的。然后，但是拍摄的时候，我们演员都是非常好的演员，然后拍摄的时候都特别开心。然后当时就完全没有想过，但是现场主持人你这么一问，他就又开始担心了，又开始有压力了。 那咱们可不可以给导演一点掌声，让他稍微放松一下，好吗？好吧。对，第一波观众口碑非常重要。那我就再重申一下，如果觉得电影还好的话，就真诚的把你的真实感受喜欢他的话，只要是真实的，就分享到微博和朋友圈，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最后一点时间是给咱们各位观众的，好吧？然后工作人员，咱们准备一下麦克风，观众有什么好奇的问题，然后工作人员咱们直接给到，然后大家可以有什么好奇的点可以问哪边？ 麦在哪边？来，工作人员帮着给一下。
哎，您好，我想请问一下赵庚植导演，因为中国有些电影，现在有些电影都是翻拍片，比如《重返二十岁》，中国有，韩国也有，我想请问一下，你对这种翻拍片有什么样的看法？谢谢。감독님한테궁금한게있는데요이런리메이크작품들이요즘에많은데요중국에도뭐그게뭐지그수상한그녀의리메이크중국버전도있었고한국버전도있는데이런현상에대해서어떻게보시는지글쎄요제가뭐그다른작품들에대해서얘기할입장은아니고그게뭐리메이크든아니면뭐엽기적인그녀처럼어떤속편이든아니면전혀새로운영화든저한테는그냥재미있는영화와재미없는영화만있을뿐이지그게뭐특별히리메이크거나혹은뭐전혀다른영화거나그런건별로그렇게저한테는크게상관이없다고생각합니다对于我们导演来说他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没事没事叫什么来着重返二十岁是吧重返二十岁一样就是韩国也有中国也有的这种作品对他来说其实是没有特别大的意义主要对导我们导演来说是电影就分两类就是一种是好看的电影另外一种就是不好看的电影然后所以对于他来说那种翻拍片其实是没有特别大的想法对就是好和不好这个在导演心中是最关键的好吗还有吗有没有哪个观众这边我想请教一下车太贤就是他之前跟那个全智贤的那个荧幕情侣的形象特别令人就是印象深刻不知道他们未来还会不会有机会再继续合作여기저기그녀에서전지현씨다른작품에서전지현씨하고는엽기적인그녀에서너무둘이호흡도잘맞고그이미지가너무강해서사실은옛날부터이엽기적인그녀이후에과연내가전지현씨랑다른작품에서만날수있을까라는의문을많이가지고있었고요저는지금도다른작품에서만난다는거는약간상상을하기가좀힘든것같아요因为当时在跟全智贤饰演的那个荧幕情侣的形象太强烈了然后也是比较太成功了然后车太贤先生也是没有想象过之后还会跟就是全智贤在另外一部作品里面再饰演一次情侣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难以想象的一个事情好영화그마지막부분에그약간그전지현씨가내려오는듯한약간암시가있거든요만약에3편에전지현씨가나오시면뭐같이하도록하겠습니다我们电影最后不是会有一个像全智贤有一点全智贤要下山的那种感觉吗？感觉第三集。然后第三集如果全智贤再出演的话，也有可能就是在一起饰演一个群里形象。그때견우를사이에두고빅토리아랑전지현씨랑같이견우를못살게굴면참재밌겠네요那第三篇的时候我们导演说那全智贤跟我们宋茜两个人一起欺负我们那虐我们牵牛就好了双打可以为这个事儿鼓一个掌好吧我再好奇发现一个细节就是片中那个太贤哥好像是又扮了好多种人然后好像是学了很多国的语言吗언어를그때그때배우긴했는데지금뭐다른언어는기억이나질않고화양연화그패러디를했을때가좀기억이좀 나네요其他国都是现场学的然后现在其他国家都差不多都忘掉了只记得花样年华里面的一个台词是最印象深刻的那他都说到这儿了我觉得我不让他复述一下也不合适我是坏男人我是坏男人坏男人我是坏男人昨天被大家听出来好多个意思是吧听出有过什么呀有什么我是坏男人什么我喜欢男人好多好多好大概懂了然后今天凤凰公演的大家交流的非常开心啊然后尾声的时候还是咱们四位主创有什么要跟观众交代的对于影片的推荐都可以一人分享一点点好吧
징 도 도 추 추 아이 워먼 더 예웬 워 아이 니 오! 셰셰 사랑해! 아, 저요? 아, 뭐 재작년에 찍었던 영화가 이렇게 드디어 개봉하는구나 라는 걸 지금 실감이 되고 있습니다. 예쁘게 봐주시면 좋겠습니다. 去年拍摄的作品今年终于可以上映了，然后觉得也挺开心的，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电影。 这是我的第一部电影，然后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部电影，希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帮忙帮我们多多的宣传，谢谢。 네, 너무 감사하고요. 이렇게 중국에서 이렇게 역기적인 그냥 투를 먼저 선보일 수 있게 돼서 너무 감사드리고 이렇게 많이 관심을 가져주셔서 정말로 감사합니다. 많은 응원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也很开心我们的电影能在中国先上映，能跟中国的朋友先见面，然后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电影的关注，然后也请大家多多宣传我们的电影，谢谢大家。好，谢谢各位观众，感谢主创到来，感谢大家对凤凰公映里的支持。同时呢，如果想收看今天凤凰公映里我的新野蛮女友的全部的完整内容，请登录凤凰娱乐频道ENT.IFENG.COM 观看。